Hello，大家早，今天是9月26号，星期六，天气阴。中央气象局呢是说今天呢，还是晴天，但明天以后呢就会开始下雨。但台湾的温度呢，尤其在山上的温度已经骤降了，差不多有6、7度，甚至一到晚间可能有达到10度。已经非常凉爽了，所以工作服也逐渐开始改成秋装了。那今天主要的工作呢，当然就是要整理昨天还没整理完的地方，也就是我的生活 A 区的部分呢，把一些杂树呢砍了，留下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树木，那让很多植被呢，见到阳光，因为酷热的夏天已经结束了，所以要开始整理这个茂密的丛林。那今天最主要是整理我的马拉巴利，因为马拉巴利有点过高了，因为已经超过1层楼的高度。那我家的马拉巴利原则上就是在2米左右的高度，那它已经超过，所以我跟女主今天主要工作就是处理马拉巴利。以及把那昨天砍下来的东西呢，整理一下，能够烧的就烧一烧，不能烧的啊，这就让它干燥变柴火吧。好了，我要准备上工去喽。今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原本有白粉病的这个所谓草莓，然后最近的生长情形怎么样？那因为我给它比较通风的环境，而且再加上最近温度呢骤降，其实就比较适合草莓的生长。那看起来白粉病的症状呢，已经有显著的一个改善。那接下来就是等它长大以后，再把一些病株呢拔掉，其实就 OK 了。因为草莓本身来讲，它也是不耐涝。比较耐旱的一种植物，所以你如果让草莓过度的潮湿呢，它的根虎病啊、白粉病就会比较多。OK，这是我们得白粉病的草莓，经过隔离治疗以后呢，整个状况已经有显著的改善了。好了，准备上工去喽。好，大家好，花了一个早上时间。全部把它把里全部砍歪，也输送完毕，也就是把它的枝叶也摘走了。那藤叶呢，又变成敞亮的许多。啊，总共花了今天早上一整个早上的时间，总算把它全部都砍。这也要拜这一次买了新的链锯，很轻，所以可以单手拿着就寄东西，所以很快就可以把这一片的，这些剪下来的枝叶呢，再把它弄断，离得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，输送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处理完。好了，今天很累，所有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呢，再与大家分享。这些技术实在太累了。太辛苦了，OK，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